现在维克县为提供免费的免下车新冠肺炎检测而感到自豪。记得携带您填写完整的注册表以及身份证明。当您抵达检测地点时，请待在车内，车窗保持关闭的状态。穿戴个人防护装备的工作人员会要求您出示注册表和 ID。 您将被要求沿着锥形交通路标行进。抵达检测站后，请您待在车内。穿戴个人防护装备的工作人员会获取您的信息，并向您提供自我检测套件以及如何自己采集样本的说明。如果您有新冠肺炎的症状，或与检测呈阳性的人员密切接触，您应在检测后返回家中并自我隔离，直至获得您的检测结果。请前往 wakegov.com/COVID-19 了解更多信息。